世界之最，鬼王时刻，一个被摸了的、放弃的、没人去的景区，就从这条小路进去。鬼王时刻，那就是鬼王时刻，这个大门紧闭啊。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嘎林，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地方是这个位于重庆市丰都那个树人镇的那个鬼王石刻，就是这个位置。据说这个旅游景点已经废弃了，没得人来看了，但是这里有一个老人家在这里守门，老人家可不可以进去一下啊？可以进去啊，不得要钱吗？要啊，要要钱了，好多钱吗？10块钱。10块钱了，嗯。一个人啊？我一个人。北京时间10:00。一天有好多人来看你的？嗯。有没有人来看？还是有人。有人哈。哦，要得，我好好进来，我带点水啊，我进去看哈，我也找10块钱。我就拿10块现钱给你。这个应该是以前那个鬼王石刻风景区售票的地方，票价25元，儿童价15元。来，老人家给你10块钱。这个天气热哟，哈。嗯。好，我进去啊。嗯。现在进来了，这就是里面，里面就这个样子。就是从这里面进，这里面走个。你慢点，你不来嘛？我自己逛，你那么大年龄了。你能够上去，那个退一个管用去噻，找家务嘛。哦，我自己逛哈儿都是。你那么大年龄了，你难得走又热。这个厉害了，连这个石梯都是在这个梗石头、整块的石头上面打出来的。哎呀，好累人呐！那个石梯好陡啊，哎呀，好累人啊，全是这种上坡的石梯，这里扔下这些残壁断梁啊。这个亭子就剩一个架子在这里了。老人家可能跟我说的就是这个位置，这观世音菩萨。但是我看那个，我刚刚在这个马路边拍到，好像这个半山还刻着很多那个石刻，我想应该就是这个这山下面，我目前还没找到地方下去。现在找条路看能不能下去拍一拍这个半山的石刻。在这里提醒下大家，一个人千万不要来这里，还有胆小的也不要来，这里太安静了。好大的风，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这个石刻就在这个山的半山腰上，就在这下面，这个角度是没有办法看到的，想用无人机飞一下，这个风也有点大呀，能不能风小一点啊？就在这个半山腰上，这是我找来的路，这个路旁边都没有栏杆的，是挺危险的，难怪老人家一再提醒我要注意安全，确实这个路道看起要小心一些。这个风确实大，我感觉好大的风啊，没办法飞无人机，我只有等一下再来下面那些地方位置找个点给大家拍一下这个全貌。这儿太冷清了，
我还是赶快返回吧。我看完了，老人家，今儿来了几个游客吧？啊，今儿来了几个游客？有十几，有有人的，有有十几，有没有人的。今天我是第一个哈。今天了。哦。嗯。嗯，要得。那谈谈教会，你就是那边那个高层。哎，我晓得了。好，再见了，老人家。好。天气有点，天气有点热哟，注意别热到了哈。哎。知道这个旁边这个山头这里，就这边。那前面那点就是石刻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也不是很好拍。我试上飞一下无人机，如果拍得不好，大家不要埋怨我哈。太热了，这个天。